这么多人过来干嘛也不知道，是不是抄水坑啊？我们刚刚抄的时候啊，发现一批游客到这边玩，这里有一条，这里有一条，一起抓鱼啊！我们等一下给他们抓几只吧，我们现在看看。对面就是我们美丽的西沙岛，这是八大关，完全的停在这边地方。好了，我们现在水坑抄的差不多了哈，鱼也被他们抓的差不多了，我们剩下几只鱼，我们抓完回家吧哈。这是包公哈，哇，包公，那里有个鱼，这好大，哎，抓了抓了，哎，怎么还在这里？啊，还是。黑钓哈，很漂亮，你看，很久没抽根了，黑钓很漂亮。还有一个好像。啊，包公。要买一位朋友。出来了。哎，这是什么鱼？啊！八爪鱼哈。帮你！哇，帮忙啊！那边有个那个，这里张总。鳗鱼。哇，鳗鱼啊，有个一两斤。哎，这里。哦，哎，珍珠斑哈。完了，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不行，太软。哎呦！不，三刀哈，我们现在已经抓好了，回家吧。今天鱼货不多啊，看一下鱼货。来，帅哥，我们抬一下。好，我们已经抓完了。最近鱼货不多啊，鱼情不好，抓了30只鳗鱼、黑鲷、彩鲷哈。黑鲷包公、珍珠斑、鳗鱼抓30只，八爪鱼、小八爪鱼抓2只。最近抄坑不怎么样哈，还行吧，反正收获就行，回家吧。喜欢阿生侃侃的加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了，我们现在水缸已经抽了差不多了，鱼现出原形了，我这都迫不及待想抓。哇，一只小狗鲨哈，狗鲨半斤多。哎，珍珠斑，很温秀。哎，这里，哇，真贵呀、啊！哇，吃点红斑啊，这一斤要400多，很漂亮，一斤多呀。黑鲷，哇，今天戴这个手套不好抓鱼。
些在头后来捞哈，嗯，来，后来一趟，过来，等一下，哇，鲈鱼，漂亮，现在鲈鱼很贵哈，一斤要五六十。包公。这里还有一点，哇，到处鱼，到处鱼，站住吧！哇，这洞里面很多鱼。他妈的，抓住吧！又是包公哈，漂亮，附近多。这里还有，十几枚呢，后面。来，这什么鱼？黑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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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货，好货。哎，这里还有一只，这里还有一条，这里还有。又来只黑钓，两个六三，今天是等你看到哎，窜到这边来了，嗯，是大包公。嗯，你说这个飞小品哎，王云王云，到这边了，你看，这个石头把它头露出来了，这个粉丝，哇，血盆大口，哦，鳗鱼，鳗鱼，把这个大石头拿到，哦。黑雕，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哇，这个是青斑哈、哦，这一斤也要120。你看青斑，怕死掉。哇，这是什么？哇，发麻了，这个特补啊，男人的加油站。这是有一斤多了，这一斤也要100块钱。别提着喉。啊！我不咬了，我不咬了。啊、看他手，看一眼，看一眼，生的。好像是螃蟹啊，就怎么咬一口？螃蟹啊，你看看有只鳗鱼啊，手给它咬一下。出水，八爪鱼跑出来了，漂亮。哎，鳗鱼在这里抓住了。啊，操！咬我。嗯。看看应该没有了吧、啊、不知道还有再找一下好了我们抓的差不多了上去看一下鱼货哈来看一下鱼货谁抬的你抬的啊我们鱼货抓差不多了，也看过了。阿峰船在那边，最近的风浪比较大，阿峰在船上看船，我们叫阿峰回来救我们啊。好了，我们现在鱼货帮他们包装一下，他们马上走了哈，然后这直接一桶给他们带走了。好了，我们鱼货已经给吴总装车了哈，虽然今天鱼货不多，但是还是很开心的，满满的一天啊，吴总。好，现在你谢谢，走，哎，是吗？感谢你了，哎，啊，给你辛苦了，哎，拜拜，哎，下次再见，哎。